国际版免费惊变一百天整合包终于来了。朋友们好啊，我是小冉。那么今天的话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牛逼、非常好玩的国际版惊变一百天的整合包。这个整合包呢，是我们菠萝君制作的，里面的话有 3D 枪械、精英怪和惊变一百天的模组，包括的话还是自带光影和地图的哟。之前就有好多小伙伴在评论区说，哎，小冉你怎么一天天的，是不是飘了？就知道这中国版，难道是忘了我们国际版的小伙伴吗？做国际版呢，实在是没有人点赞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看国际版呢，就多多的点赞好吧，点赞越多的话，以后国际版就出的越多好吧。这个整合包呢，哎，它是没有连接的，因为的话是菠萝君制作的嘛，所以说的话还是只能像以前一样发到文件里面。好，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吧，直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合包吧。首先进入到我们地图初始的房间里面，会给我们非常多的武器装备，还有我们的 3D 枪械哟。然后打开我们脚下的伙伴们，就可以进到一个尸变的世界了。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话，全部都是僵尸，并且的话有些动物的话也进行了变异的，所以说有些动物也会攻击我们。这个整合包里面一共有十多个模组，所以说的话对手机的配置有一定的要求，里面的生物也是很多的。咱们呢，接下来就给他调一下生存模式，给他演示一下具体的效果。在这个里面的话，僵尸击杀之后呢，会有一个红色的血迹，非常的真实。有枪械呢，打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不过等我们枪械子弹用完之后呢，哎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吃金苹果呀，对吧？整合包呢确实是挺不错的，可以根据天数来增加我们僵尸的刷新率和他们的攻击力。由于这个整合包里面是有突变生物的模组的，说不定后面还会刷新突变生物呢，对吧？这个第一天呢还是比较和谐的，还是比较的好打的，就不知道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。因为听作者说这是一个非常 BT 的一个整合包。之前也有人问小冉，你为什么不做生存系列呀？做生存系列有人看吗？你们希不希望小冉做生存系列呀？评论区好吧，希望小冉做生存系列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冉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整合包里面的生物。各式各样的僵尸都有啊，还有一些比较高大的僵尸。在这个模组里面，所有的僵尸都是不惧怕阳光的，都可以在白天活动。有些精英怪还是一个小 boss， 自带血条的哟。想想到了后期全是这种精英怪围着我们，这是多么的刺激呀。刚刚收到菠萝君的电报，说我们这个惊变一百天的整合包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，一个是清淡版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玩的这张地图，还有一个的话是地狱级的变态版本。地狱级的变态版本呢，会在四周分别刷怪，不限于区块了。大家如果想看呢，之后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做视频，好吧？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个惊变一百天的整合包啊，菠萝君自己制作的整合包啊，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也是来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组吧。另外呢，这个整合包里面还有一些很多的细节，就由各位自己来发现探索了，我们就不给大家多说了，对吧？喜欢小冉的视频呢，不要忘记关注、关注、关注，点赞、点赞、点赞、评论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